长期以来，颇有人主张刘备姓刘，又是汉室宗亲，他建立蜀汉政权，又尊奉两汉朱棣，便理所当然是汉朝延续，甚至鼓吹刘备姓刘，忠于自己的事业，为成王图霸业，生命不息，奋战不止，就等同于忠诚于汉室。然而，此论谬矣，这就和说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四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人是忠于汉室一样可笑，这就和说八王之乱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是忠于晋朝一样可笑，这就和说汉王朱高煦、宁王朱宸濠因为是朱元璋的子孙，所以他们忠于自己当皇帝的理想，也是忠于大明一样可笑。如果把这个话题改成王阳明和宁王朱宸濠谁更忠于大明，难道当真还会有人以为大明天下就只能是朱元璋子孙的天下，所以朱宸濠忠于自己当皇帝的理想就比王阳明这些不配姓朱的外姓臣子理所当然更忠于大明吗？荒天下之大谬，连几千年前的古人都知道，华夏神州之天下从来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皆可居之。两汉时人信奉的是五德轮回，天命有尽，汉为火德，代之者土，根本没人相信刘氏一族真能万世一系永享天下，连汉武大帝刘彻都明白自古从无一姓掌王天下者，所以对一众大臣公然表示别在我父子手里丢了江山就好，到了汉哀帝时甚至因为汉家利运中衰已成共识，搞出个重新受命谥号新朝的闹剧。来自七七人，上曰无罪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掌王天下者，但史失之，非吾父子可以。汉武帝死后不到百年，西汉王朝就近乎被吴血篡位，从中枢到地方压根没受多大阻力，成千上万刘姓诸侯宗亲居然只有个刘遂出来纠合百人，一日即败二百年，西汉社稷臣子居然只有个翟义出来。
河西五郡大将军，向刘秀书城后被封守凉州牧，这和刘备自封诸侯王甚至急哄哄的把大半个益州的五个郡国都化为汉中王的私人封地能是一回事吗？东汉王朝几曾有过私人封地如此庞大的诸侯王，另一个也就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魏王曹操了吧。天下英雄为曹刘，一丘之貉而已。等到汉献帝被迫禅让皇位给魏王曹丕，汉魏一代之后，刘备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历史地位也从来并不能与西汉东汉两个中国正统王朝相提并论，仅仅是汉朝灭亡后其远之宗亲另行建立的割据政权，更难以如历史上的司马睿建立东晋、赵构建立南宋那样去合法继承两汉王朝的法统。赵构本就是北宋的皇子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当宋徽宗、宋钦宗连同其他所有皇子亲王都被金军俘虏后，他当然可以另及地位。司马睿是西晋的琅琊王、丞相、大都督、中外军事，他在长安城被攻破后于江南称帝，同样也是正常即位。毕竟不管哪个朝代，当中枢地位空缺无传承时，皇族亲王去继承皇位本是理所当然的。南宋和东晋也从前并不是如东汉那样另起炉灶重新建立的新政权，而只是旧王朝在未丢失领土上的延续，其程序完整而合乎法统。刘备仅是西汉皇族远支，并非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子孙，也不是东汉正式册封诸侯王，距离汉献帝刘协的血脉差了十万八千里那么远。他合法职位只是左将军、豫州牧、宜城亭侯，其所谓汉中王纯系自封。国舅董承得了汉献帝刘协谋杀曹操的衣带诏，拉了刘备当同伙，然而还没有实质行动就一个死一个逃了。且不说这个奉衣带诏讨曹的大汉忠臣董国舅逃难途中其部署什么表现，斩杀工人、血溅后衣，同样跋扈无礼，藐视皇权。他与曹操之争本质是权臣互斗而无关中间，且不说汉献帝为保性命而卖队友，以自己的名义宣布了所谓衣带诏非法无效，董承被灭三族，刘备更是反贼。就算这所谓的衣带诏能够合法，也从来不代表汉献帝将东汉的皇位传给了刘备，所以刘备只能公然声称汉献帝已被曹丕弑杀，然后以此为由来自立为帝。然而此举法理不通，实为见伪。毕竟不只是汉献帝及其子孙，如济阴王刘熙、山阳王刘义、济北王刘邈、东海王刘敦，甚至绝大部分东汉皇族在汉魏一代时也都活得好好的。比如魏国重臣曹操谋士刘烨，便是刘秀之子富陵王刘岩的后人，论皇位继承次序他们可都比刘备们近得多了。诚然历史第一法则是成王败寇，所以从李世民到朱棣明明是行篡逆之事，但取得成功传及子孙便也成为了大唐大明王朝的太宗皇帝。刘秀的血脉仅是汉景帝后裔，连汉武帝子孙都不是，也能当仁不让地说哪怕汉成帝复生也不可能再君临天下。所以刘备想要成就帝业，夺取正统合法性的唯一渠道便是北伐中原，攻灭魏晋后宣布献帝刘协禅让曹丕是天子失国，自弃宗庙，他自己仿照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取而代之三星汉统。那时当然谁都无话可说，而他却在仅有一州之地便称王称帝以自为，当然是视天下弃局之不广，令真心拥护汉世法统的广大仁人志士大失所望。当时却有无数忠于汉室的仁人志士维护的是四百年大汉王朝的法统，而绝不是为刘邦子孙一家一姓做江山的私利，更不会认为但凡是个姓刘的便是天皇贵胄天生高人一等，江山就只能他们一家一姓去做。所以关于北伐时，从许都到邺城尚有无数汉臣和刘备方面内通，而等到刘备自己称帝后诸葛亮北伐时就已经被中原士人视为蜀寇，隆中对时畅想的百姓孰敢不担似胡将，以迎将军者乎之场景如在梦中了。刘备既没有刘秀、李世民、朱棣的伟绩丰功，恰恰相反，他以糜芳守南郡而丢荆襄，亲率大军复仇而惨败于夷陵，孟达举东三郡
黄权率将北军降于曹魏，南中三郡也在东吴煽动下反叛，其称孤道寡。不过短短几年前后折损兵马超过10万，大将重臣和军中骨干折损无数。短短几年，无论地盘、兵力、人才都锐减到此前一半。在他白帝提携饮恨抱憾而终后，虽有诸葛亮这个千古奇才去力挽狂澜，呕心沥血保住一方基业，终究无力回天。凡此种种恶果，归根结底不就是从刘备自称汉中王，并建立将大半个益州都划给自己司领的所谓汉中王国起，便向天下昭示割据一方，以国家州郡传及子孙为私产的野心，才将自己的格局从此前广受认可的匡扶汉室的英雄义士，变成了和汉贼曹操、军阀孙权一类的逐鹿枭雄吗？花有开就有灭，人有生就有死，华夏大地自古亦无不灭之王朝。大周王朝煌煌800年如此，大汉王朝赫赫400年亦如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最宣赫，以天汉及银河为名，奠定了后世华夏民族族名的伟大王朝，在终结自己历史使命后，以一场冠冕堂皇隆重盛大的禅代典礼退场后，仍可在自己封地里以天子之礼交际，尚书不称臣，受诏不跪拜，祭祀宗庙如汉制，已经算是退场的极为潇洒。若是为了给刘备贴金，强行宣布其局促于两汉13州的区区一个州里，续命40多年，终究还是逃不过被司马氏攻灭、为人臣虏的下场，留下此间乐不思蜀之笑谈，当真就更加光彩吗？